我原本在市区担任校长的职务，1999年8月退休以后，我就回到婆家，也就是黄湖社区，准备过田园生活，自由自在的过退休的日子。但是后来我逐渐发现，社区的姐妹生活都很单调，只有在家里料理家务，或者是跟着丈夫走在丈夫的后面到田里工作，生活实在是很单调。所以我就在想，退休以后如何为我的社区做一点事情，如何帮助姐妹们能够发展自己的潜能，让我们社区的长辈能够过着比较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你今天有去社区吗？我站一下免来，我吼真咧操我心。心不想来见你，有着光的来向你。首先我就申请教育部卫福部的各项计划，来提升长辈的一个自我成长，尤其针对家庭暴力社区初级预防计划提出申请。啊，恁社区一直在走的两个方向是老人保护加性别的平权，男女平权，啊，会再看迄个倩女幽魂吼，迄个是男女平权的议题。啊，咱即摆看讲，啊，你讲落去是，这个是老人保护。我办理的话剧、舞蹈、歌唱班，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做防暴的宣导，也邀请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来办理讲座，让我们的社区居民都能够有防暴的意识。对，校长哥跟老师都跟我参加，我若有在演戏，我若出去外口传道，那给咱目标吼，咱爱卡113，啊来给咱保护安尼。我也派出很多的干部志工到各个家庭去做宣导，为什么社区要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家暴防治的计划？那么最让我感动的是，社区的妇女渐渐的都能够重视自己的权益，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他们都去参加各项培训，他们现在都可以当志工，更可以当社团的班长，更能够当社区的一个课程的指导老师。从原本拿着锄头的农村妇女，到现在能够展现才能，能够提升女力的发展，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欣慰。有心就有力，我过去服务的学校的两位优秀的主任，守立主任和淑辉主任，他们非常认同我在社区做服务的工作，因此都从市区远道而来帮忙。我从108年就在我们黄湖社区来跟我们这边的民众学员们共同来分享社区防暴课程。我们最近的课程呢，更透过了歌舞，透过戏剧，把我们的性别平权，或者是跟踪骚扰，或者是吸毒国际公约对我们农村妇女的保障，这些也让他们知道，哇，我们这边的妇女们说，哇，我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同心一起来推动社区防暴的工作。现在他们不但已经当起社区防暴的志工，更是跟着我们的宣讲师一起到别的社区去分享他们的一些经验。他们透过歌舞，透过戏剧，透过很活泼的一个宣导，社区防暴、家庭暴力，这些不再是别人的家务事，而是我们整个社区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社区提到防暴，大家都是共同来做一个很超敏感的、超有力的一个社区防暴雷达。
啊，今日在这你要去倒？我要来社区，我今日真吼，要去社区。去我把这个社区表演做，我来关心来点，别有人大家一起喊。好，我行哈，我来去哦。在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是背了又忘，忘了又在记，彼此之间总是认为说自己是不行的，别人是 OK 的，所以呢，到了要上场表演的时候，很有可能没有半个人要上场表演，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很辛苦的情形之下，终于大家练成功了。练成功了之后，我们还有到各个地方去巡回表演公益表演，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来的观众只有五个，我们表演里面的一个请回记啊，他就说哈，你看的观众隔壁咱要表演的人较少，我打电话叫我朋友来看、哦、他们就觉得说哇，他们练得这么辛苦没有人来看的话多可惜啊。想不到这样子，大家在这一个辛苦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有信心的去参与表演，连地方电视台也都来帮我们录影，甚至播在的地方的电视新闻上面。啊，一个囡仔吼，讲到爱袂叫好啦，啊，我唔敢讲啦，啊，别人的代志袂使讲啦，啊，你就是袂使是爱关机关好。一三，咱若是改变一个观念，就会当救到一条生命。改变一个观念，说不定就可以拯救一条生命。这是我坚持的理想，也是我以后继续会走下去。我希望所有的伙伴，还有我们的黄埔社区，继续的做防止家庭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幸福，社区幸福，家庭有爱，大家日子过了欢喜笑嗨嗨。那么后来我们社区的讲师淑华、美珠还有丽芳，他们也都加入服务的行列，渐渐的所有规划的活动课程都圆满达成，尤其长辈们的配合度很高，他们现在都渐渐的有自己的舞台，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居民都能够自我保护，也能够帮助他人，也能够让我们的社区祥和。欢迎我来干部加志刚，这几年来做环保哦，做了真认真，做足好，老师啊，足认真教，啊，大家真欢喜，阿公阿嬷都。